我记得我们家一锅都不来，给我那个油。我现在来的嘛，红薯嘛，最近是温度，但是也挺好的，也挺不错的，是吧？那你个店有些，等那个时间长了的，我你那个人家没遇到遇到的。是吧？那个红麻药，买过来不打的那个很多，那个一百一百一十块钱，一百一斤，就那松露。